了，又是他，心魔，心魔。这是什么？哎呦，道馆有道馆呢，进去开虐，没在怕的，没在怕的。带这只好，带你们的女朋友，这样可以吧？这阵容没得输啊！我跟你讲，一定可以啊。哇，两只不是也是地面系的吧？是吗？那我弄错了。啊，这是怎样？为什么会有这个？那是玩偶。你现在就是在走迷宫啦，隐形的迷宫。玩了念力图哦，要死喽！我觉得它是隐形的吧。完了，我打不赢嘞，好强！不行不行，我的三头龙超猛！果然翁，索纳斯！果然翁要死了，我的三头龙真的跟鬼一样啊！哈哈。才给32块，这个人真的是救急客家人呢、欸。他才给我32块，你打死我那么多神奇宝贝，你给我32块，可以直接猜到干嘛？好像可以，好像可以直接玩。他那个透明方块要创造才可以猜哦、喔。真假？嗯哼。有人可以跟我解释一下他奶奶的是什么梗吗？刚韩国语讲的。椰蛋树哎、欸。完了，老婆好烂！要死喽！干你啊，睡高高，好猛！菜，一只而已。我那作弊，我只是超精锐吧，我每次都打、啊。那个用那个活塞啊，活塞、啊。干有那么多个要打、啊？好不好？欸、这边竟然不用打、欸，太爽了吧！哈哈。这个好像要打。哦不。对了吧？太烂了吧！暴飞龙，完了！怎么感觉整队只有三头龙可以？哦，艾丽莎莎，32龙一滴，他怎么零滴还在？我的32龙是鬼吧？完了！哈哈，狗烂，还想虐我？啊！怎么只有32龙可以看？是因为不够亲密吗？我跟我的宝贝们不够亲密，要再亲密一点吗？嘿嘿，可以过出去吗？干！啊，我也好想要请教王，在哪里抓的？啊，多少？大家都多少？我在看是多少。2700多，完了，等级太低了，干。273441664，是啊。不要！死喽，废物！我来一路干到底了啦，整天在那一直补血。像是那种人吗？喂，干你啊嘞！
哈哈哈 ！BOSS 很屌、哦，干鸟，看你是没看过我的三头龙啦、啊，多猛啊！古兰翁，切！麦闹啊啦，你古兰翁，我、哦、那吸盘魔偶哎。三头龙超美，还有三手恶龙可以看，这只都被他秒了，那完了，那完了，那完了。英克龙啊，这下真的完了，完了，跟他车轮战，完了，我要输了，跌宕，对，完了，我要输了，不、哦，等级落差太大了。加借我挖一下，这个道馆，我觉得设计的不好，竟然打输他，不行，等级落差太大了，我好烂。巨精怪，看起来巨精怪很猛。OK 啦，这样是不是赢了？赢了。完了，他被打死。OK， 这次不会输了，这次不会输了，来对决吧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我的队伍落差等级落差太多了，那我们只能拿50等的超强队伍了。你忘记我还有什么？哦，嘎啦嘎啦，嘎啦嘎啦嘎啦，这样应该赢得了吧？好啦，这样我跟你讲，这样没赢，我现场手赢，没问题吧？嘎啦嘎啦嘎啦，一打五 ，OK， 赢了，嘎啦嘎啦打头阵，没得输，嘎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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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打五。A few moments later。为什么会输啊？我输在哪里？是哪一只太菜了？好像是喷火龙太烂，一定是喷火龙的错。我跟你讲，这一次绝对会赢，绝对。我们已经把最强的五只都拿出来了。什么小啦？我看一下，你是要带这个波士可多啦？赢了。赢了，伊布怎么没血啊？伊布欠烧是不是？小心我烫你大腿！一堆人都倒了。赢了！好，大家看一下。Go！ A few moments later， 哇，卡请稍后了。有技术，有一个技术性问题啊，请稍后。我知道问题出在哪了，问题出在快龙太高等了、啊。因为这是减速度加攻击，要吗？有。我们讲，我们把快龙换成。会变成。再次是赢了吧？这谁啊？比高等的还菜、欸，我的天哪、啊！我的宝贝到底能干嘛？我又卡了，到底是……完了！果然哦，干他果然哦，他妈的一出来就换，一开始就龙之舞，龙之舞只有这个啊。好啦，就这样，这样赢了吧？龙之舞。啊！你要输喽，兄弟！完了，又是这最强的。你不是最强的，我才是最强的。完了，又是他，心魔，
心魔。哎，干，又坏掉了。怎么办？继续龙之俯冲干他吗？我剩两次哎、欸。龙被克干三小，那怎么办？换波士可多拉总没错了吧？我的波士可多拉 Mega 不可能输啊！为什么他们可以先攻啊？哎、欸，他作弊啦！干你啊！我等一下开外，因为他速度比你快啊！我等一下要开外挂，我要去开外挂学最强的招式，全部都学，超级万！他每次都可以先攻啊！他换脚、欸、不是啊？他换脚哎，他就算再快，他是换脚的那一个，我应该要先攻吧？哎、欸，你的视讯被你往上拍了，那我现在换哪一只啊？干你啊！奇怪，我现在换哪一只？海狮，海狮会害怕。我操！完了，冷蛙啊！你只剩假冷蛙可以打得动它了。对，手里剑。我不建议他，觉得他要半变化之后再用会比较强。拿草系打火系。好好，该我咯，快龙！一招秒了，剩两下。走啊！不要！按了啦，按了啦！啊！完了！补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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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补血有机会赢吧？打 boss 自爆人！啊，赢了吗？赢了啊，做你啊！完了，打不赢了。啊，你缺全满药啊，多买几个。扛不了他第二下，为什么？我觉得你有全满药，你就赢了。不行，我要把这边的药都吃完。他一定会有一次是那个放一个那个 buff。变成还是可以喝某某牛奶，某某鲜奶可不可以喝？可以啊，可以喝。他是实力相当，就是变成你队伍里面最强的那一只的等级。哦，那我要去打他，我再看怪姐的多少。完了，扛不住啦，他好痛哦。哎、欸，去买药。啊，你完蛋了你！我是鬼，我是鬼。你在西啊，你干你鸡巴！打赢了吗？快龙好猛哦！今天晚上屌练快龙，什么都不练了。